用出国，在台湾也能看到沙丁鱼风暴。这个夏天，在垦丁的船帆时，出现大量的银汉鱼群在海中呈螺旋状的聚集打转，宛如风暴一般，非常惊人。那到这边潜水会很困难吗？完全不会。船帆时一旁有非常多停车位，从停车处走到潜水点只要5分钟即可抵达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海边的礁石崎岖，光脚走路会非常的痛，所以建议穿着潜水鞋或户外凉鞋前往。由于鱼群出现的位置离海边与海面都非常接近，所以就算只是浮潜都可以轻松地欣赏这海中奇观哦。当然若是你会潜水，就可以与鱼群们一起拍网美影片咯，把此攻略收藏起来或分享给你热爱户外的好朋友吧。